青岛欧力机械有限公司炼胶机加装自动炼胶装置操作演示。准备工作，先把设备加好油，接上电，开始主机启动。开始启动自动炼胶装置，开始前查看两个自动炼胶滚轴是否在复位状态，如果不在，先按复位按钮再启动自动炼胶。结束工作，一定要先停止自动炼胶装置，再停止主机运转。好啦，欧力机械自动炼胶装置就是这么简单。